陈翔版本的《寻秦记》已经杀青，虽然里面美女如云，但是没有一个能跟毛晓彤比美。星云，一个墨家女弟子，有兼爱非攻的思想，纯懵懂的她遇见项少龙后情窦初开，而患有心悸之症的她也因动情而心痛，所以爱情对她而言既美好又痛心。之后为寻找治疗心悸症的解药，星云和项少龙将共同经历很多冒险，两人的感情也将在其中得到升华。陈晨饰演公主赵倩，身为赵国公主，却因政治被嫁到魏国，机缘下结识项少龙，后与项少龙相恋，与其一起到了秦国，被嫪毐所杀害。都说寻秦记美女如云，但是都是网红脸，没有辨识度，除了女主，但是都比不上毛晓彤，是这样吗？毛晓彤确实更水灵，更美丽，更有辨识度。